Chiacchiere. Chiare. Chiace.安尼有欢喜无？有啊吼！即马声音拢足大，拢免讲，因为小等下要转去啊。毋是讲吼，所以吼、哦、有当我即节课的时阵吼，大家讲、哦、我足爱听，其实毋是啦，毋是爱听啦，因为等下要转去。好不容易吼、哦，三工两暗吼，啊，冻到今日吼，啊，国旗也摕着啊啦吼，啊，身份也摕着啊吼，啊，恁会记等于台湾民政府的官网爱去甲注册。哦，官网爱注册，你是38期的，我甲你讲一摆，38期的。迄、那个，咱即期吼，啊，真特殊啊，嘿。迄、那个下礼拜一吼，就是9月17号，主语修补头版，头版要甲宣布中华民国已经死啊，已经埋葬在中国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去。台湾人拢毋知影，到即摆搁咧发中华民国，吼、哦、啊！民进党还搁中华民国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啊，真足奇怪吼、哦！我感觉伊这人头脑吼、哦，头壳毋知咧想啥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想讲要做官，啊，我即摆若讲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吼，啊，就无官好通做啊，啊，就无官好通做，就无薪水好通领，啊，无薪水好通领，就袂当贪污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即摆甲伊讲中华民国无吼，伊会起屁面啊，就感觉有啊。还阁有啊！啊，无你即摆是去摕啥物？摕啥物款的钞票？啊，无毋对，即摆钞票摕来中华民国身份证，摕来中华民国身份证。但是你摕即两个物件，要入去美国，美国即摆开始讲袂使咧。你毋是台湾人，袂当入去美国。啊，你看即有矛盾的无？足矛盾的啊！台湾人知无？毋知啊！啊，佮甲你编，啊，所以甲你编啊，既然甲你编啊，咱民政府后礼拜拜因啊，佮整一个专，迄个说毋是专办啊，专办无可能，半办。敢来半万来开200万呢，顶落去。所以你甲你辩论的吼，我相信你的边啊拢多一堆啦。这时阵吼，要搁甲你辩啥，无效啦。所以，这几年以来吼，嘛无偌济年啦。这个四五年以来吼，咱一直所讲的主张吼，一步一步，美国拢咱替咱去实行。啊，这实行，有个人讲有一个问题，讲啊，你都讲台湾要建国就好啊，啊是。啊、你若著讲啥物日本的，各位听清楚哦，即摆讲得真重要。我毋捌甲你讲台湾是日本的哦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爷啦，日本爷甲日本天皇是不一样哦。日本是代表日本政府，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，是不一样哦。再讲一摆哦，我毋是咧甲你教讲台湾是日本的 ，no， 绝对不可能。但是台湾是。日本天皇的过去大日本帝国管的所在真宽，大日本帝国有啥物所在？有北方四岛，啊，过来就是那个日本的啊，这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，过来就是伊伫这个日本的岛边遐一个独岛，塔克西马，啊，韩国人是讲独岛，啊，独立，嘿，独立的独叫做独岛，但是日本人讲。塔克西马主岛，过来就是琉球，琉球边啊有尖阁群岛，尖阁群岛中华民国改叫做钓鱼台，台湾偏哦南海，啊南海就是西沙群岛加南沙群岛合并，伫1939年的3月9号，咱台湾的高雄州已经对外宣布讲，新南群岛是由西沙群岛加南沙群岛合并。叫做新南群岛，啊，而且每一粒岛拢有名，所以呢，南海就是高雄州管的。你啊看，是安怎奈日本、美国甲日本讲，喂，你派人去甲越南讲，你派人去甲菲律宾讲，讲啥？讲伊哪有资格叫日本去讲？啊，离遐尔啊远，哪会讲叫日本去讲？因为现主席啊，日本这个所在是等于是日本天皇。要求日本政府的一种的土地，日本天皇的土地，但是叫日本政府的托管，予伊自治，予伊土地啦。甲咱即摆情形同款，日本天皇予咱台湾来土地，
咱即马你甲日本天皇要求的，就是要要求这个主题啦。其实主题啊，含建国是同款，但是国际上的意义是不一样。你毋是建国，因为这块土地，你若讲要一个国家要完成啊，有四个条件。蒙特维多公约内底讲四个条件：第一，要有人民，要有土地，要有政府，要有这个外交权。讲台湾，这个土地是毋是你台湾？这块土地是你台湾人的 ？No。台湾人无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是啥个？是日本天皇的。当然啦、啊，你受的教育，咱受的教育啊，可能想袂清楚，但是实际上伫国际法律内底，这块土地的主权，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是日本天皇的。所以你日本天皇的土地，你住伫遮的人敢讲，哎，我要来独立，袂使。敢那你扛税处，你税处讲。我住遮久啊，这块土地、这块厝应该是我的啊。要甲宣布讲，这间厝是你的，敢会使？袂使。厝你就知影，但是国家这块土地你就搞不清楚啊，你就迷糊啊。这就是吼、哦，人这个做主权的定义伫这个所在啦。所以落尾啊，这个主权哦，就等于讲有两种的定义啦。一种是政治上的这个主权，另外一种是人权、人权的人民的迄个 popular sovereignty。就是人权的迄个主权，这是不一样的主权的诠释。但是国际法律来讲啊，咱台湾这块土地是确确实实日本天皇伊的土地，但日本天皇伊会当交予日本政府去自治，嘛会当交予咱来自治。按这块土地是安怎讲？日本天皇交予咱来自治，因为这块土地伫1941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的诏书公布以后啊，这块土地予咱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。我相信大家在座拢一定知影，台湾人马湾有第一任甲最后一任日本的参议员有5个人，迄当阵5个去参加。但是呢，因为即马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日本战败以后啊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啊，即个条件啊，拢去予伊悬置，就伊甲伊吊起来。所有的人拢爱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去做。2006年10月24日，我。带领228人，其实这228是涵盖谁？在座嘛是涵盖在内呢。因为迄当阵228人的人名我无甲写，我特别无甲写这个所有人名，所以这个228即马第二客，即马客2200个啦，差不多咱的九分的吼，2200。啊后摆吼，国客加2228，安尼就拢大家拢十分之内，咱大家拢有十分之内个比讲哈，意思恁听有无？在法律上呢，所以有受呢，等于是拢有告美国的人呢。所以你有告美国，将来美国这个政权爱交予啥？爱交予告美国的人啊。所以这个真清楚啊。啊，无像你看看，即马咱即马一日愈来愈成功以后，台湾马上成立12、20个台湾民政府，你要相信无？马英九就要成立啊。蔡英文叫萧美琴去甲美国讲，伊嘛要成立台湾民政府。伊讲你若美军入来，我就不要中华民国，我就来设一个台湾民政府。马英九伫今年的5月20日创一支旗啊，你毋得有注意无？迄支旗啊，顶冠是蓝的，过来就是12道光芒，啊，过来就是红的，有无？你毋得会记得无？有迄张图有无？哦，你有看？伊甲这支旗啊，甲美国国务院、甲美国国防部讲，我也要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底下啦。啊！伊安那讲，伊阁甲咱台湾骗讲没有啊？我是将中华民国国旗变造，靠呀啊！国旗会当变造，啊！伊奈不爱去变造，你安尼意思你听无？这就足明显，这国际法律哦，你唔知影呐？其实哦，遐观战的哦，个个知影，个个你想伊个代志，所以因此呢，咱这个台湾人哦，唔知影情形之下，可以受伊个，可以甲你欺骗，所以。现在现主持台湾有4个民政府呢，哦，现在大家都要成立民政府，过不多久啊，你听我跟你讲，年底到明年这样，上无10个以上的台湾民政府成立。但是这个时候你就问说，哎呀，承认哪一个？很简单啊，承认美国要承认那个啦，占领者有权利来承认，他要承认那个，因为他有权利来成立台湾民政府，这是战争法的规定。所以在2010年的7月7日，美国的国务院跟咱邀请讲 ，OK， 来，你来美国设一个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，咱7月7日去啊设。
办公室到今日为止，还阁一个。啊，这今日的主旨是对，就是我名片顶管迄个主旨，咱所谓干部顶管迄个主旨，就是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 DC 的地址，到今日还阁一个。哎，你免甲美国拍手鼓励一下哟。咱无出钱呢，我们没有出钱呢。过来，九月七八，九月七八的时阵啊，七月七四啦，因为七月七四什么话，什么日子？美国国庆啦！啊，我跟你讲，菲律宾的国庆当时你知无？美国那个菲律宾的国庆，菲律宾是美西战争以后挂给美国的，美国给伊帮忙。你知伊的国庆当时？七月四号。你美国吼，就是拢足爱用七月四号，所以我想迄阵蛮想奇怪呢。啊，想讲咱叫咱去美国设立办公室，啊，佮订迄个七月四号。哦，美国有企图啦，要予咱台湾民政府后摆台湾政府的国庆啊，定伫七月四号啦。安尼含美国拢斗阵来庆祝啦。因为安尼也好啦吼，因为七月四号嘛真好记啦。吼，美国若咧国庆，咱就是国庆啦。过来九月七八，九月七八吼，会记哩哦。九月七八吼，有个人到今日还讲，阮都无看到美国啊，拢无看到美军啊。各位，九月八号的时阵吼，咱去华盛顿 DC 的迄个世纪饭店，迄是一个国际型的饭店。每一摆美国的国家那伫举行庆祝的时阵，拢是世纪饭店。那伫白宫以外，就是世纪饭店。所以伫个世纪饭店伫庆祝的时阵啊，五个单位派人来。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 CIA、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、美国的国务院，国防部，司法部，五个单位拢来。五个单位来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讲我们已经承认台湾民政府，这免烦恼，啊，免甲咱变啦。啊，美国既然已经承认咱，当然伊伫美国的判决。2009年的四月七日，美国爱主动协助台湾人来成立这个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在2010年的11月7日，咱在台北的欧华饭店成立台湾民政府的内阁和台湾民政府的参议院。当时美国的国务院派人来参加，迄当阵哦，将咱所有人拢翕上去哦。迄阵我嘛奇怪，伊奇怪，哎呀，无怎翕上去啊？原来哦。伊的 CIA 啊，用啥物反翕相？用伊的袖扣啦。到落尾我才知影，因为咱即马咧解禁，我知这个袖扣啊，将咱所有成员啊，所有遐干部拢翕相去，啊，伫迄个五角大厦的大荧幕哦啊放映出来。啊，你知我们得到因的评论一下，又奇怪呢。啊，迄阵人哦，毋是坏嘛，讲咱毋是坏嘛，迄阵人看拢真斯文呐。啊，这怎么像革命家？各位，革命家唔免提武器啦。你若提武器去革命啊，迄是足低级的。关键的革命家用迄支笔啦，对不对啊？笔，各位用笔，用你的头脑，咱就有法度来建立咱台湾的主权，建立咱台湾的政权。很简单啊，所以美国嘛惊着咧。咱当时告美国的时候，美国哪敢讲啊？我本来要甲恁骗一百单啦。骗一百年呢？想讲，为什么骗一百年？因为一百年以后啊，遐中国人的流亡的人啊，伫台湾已经含咱本土的台湾人夹做伙啊，你已经分袂清啊啦，歹势，60栋拄啊，互咱发现，所以拄啊60栋啊，那因中国人个一家住啦，一家住60年哦，拄啊轮回啊，哇！所以呢，我会当甲你讲，中国啊，因个贼心告伊啦，必败啦，所以。在这个时阵，上好的时间，美国讲400年来，你台湾捌建立过你的政权无？唔捌。台湾人的政权唔是即马中华民国的政权呢，是中国人的政权呢。啊，即马有人继续讲中华民国是你的国家，唔是你的国家。咱的国家真正的国家是伫将来，咱将来台湾人建立咱家己台湾自治的国家。迄个时阵，我甲各位讲。台湾人才真正享受到真正的自由、真正的幸福啦！你讲好唔好啊？各位，今日你来这受训，无定你有确实有影，你一只大一只只，你会交一串字，迄是无唔对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有价值。你回去以后，你看报纸，你会晓看。
报纸安怎甲你讲？报纸讲哦，台湾国甲某人断交 ，no， 台湾唔捌甲人建交，所以从来没有跟人家建交，当然嘛未断交。啊，那变卖那卖啊，拢是台湾；啊，那好诶，拢是伊中华民国。所以呢，这边拜伊的报纸要甲定啊足清楚的，中华民国唔是台湾，台湾唔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权，伫咱台湾的拢是。中华民国来的难民啊，伊毋是台湾人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过去，咱咧讲这款的时阵吼，伊遐中国人定咧甲你讲挑拨族群，歹势呢？什么叫做挑拨族群？你人较少的，啊，咱人较侪，伊讲挑拨族群，那是变哪挑拨啦？我们有什么族群可以挑拨？我明明是台湾人，你来甲我占领，啊，你徛伫我的头壳顶呢？你用占领军的。迄、那个心态来甲通知呢，是安怎台湾人老人年金都爱领六千块，伊只老欧啊难民就当领17000块，这边袂感觉讲很奇怪吗？啊，17000块就台湾人甲拜托呢，两位鬼咧甲拜托呢，所有做乞食、捡二转，拢是台湾人呢、啊。你去公园甲看卖啊，伫遐牵狗伫佚佗的，拢是中国人呢。伊是难民呢，伊毋是农民呢。难民爱去等于难民营，难民营爱付租金给咱呢。西藏的难民伫印度付租金呢，美国去付的呢。你想看卖？咱台湾对伊偌好，刷哩，今甲你嫌讲我住到遮尼后，就搁甲起，起好善款就搁变伊的。娶一个某，老啊七八十岁，搁娶二三十岁。啊，若翘起，咱二三十，我甲饲，我饲半身，伊个薪水原来一半，饲到当时，饲到死。对，台湾人戆到这款样啊！你过去你袂晓想啊，因为无人徛起来嘛。今日台湾民众徛起来，替咱党个人做主，替咱党个人做主张，你讲好无？好。门头围多讲四种一条件，有个人才能成立政府，土地。他都有讲过，这个土地是阮天龙的人民。我问你咧，这块土地的这些人民，是伫法律上的人民，还是干那人尔尔？那干那人要完成国家是袂使的呢？你讲你中华民国，咱这些人，咱唔是中华民国的人，咱这些人嘛唔是定义是法律上的台湾国呢？唔是呢，还没有法定呢。所以人政府。啊，这政府是啥？流亡政府啊！台湾人唔捌建立家己的政权啊！头一摆建立咱的政权是啥？台湾民政府呢？是头一摆400年来头一摆建立的政府呢？所以到今日止，美国一步一步甲咱教，咱一步一步照伊的脚步去行，咱唔通行唔对。咱明明会跋赢的脚，唔通去跋输去。有人甲你讲哦，有人甲我讲呢，哎，秘书长，我来比请。咱的革命，我你家己去革命，你要死做你家己去，无人甲你动。台湾民政府袂去提枪，咱没用枪，咱没用武力。咱的三大主张，我们绝对不用武力，不用暴力，我们遵循国际法。对中华民国的政策，我们不支持，而且也不配合。我们就不合作。所以，为即马开始，唔通去选举啊啦！你若选举是安那，是延长中华民国的生命，是乎你家己台湾人的生命直直无去啦，家己缩家己呢，这是自杀呢。台湾人到即摆为止，这个政治连累，美国判决第三点啊，台湾人还搁伫政治连累内底啊，是安那？你就是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你就是讲是中国人，所以呢，你甲投票，你甲支持，选乎中华民国的。这个中国国民党和选给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敢有无同款？两个拢是中国啦。你看现在，一直倾向那边去啊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中华民国最近一直讲，甲美国讲，伊的武器要换，要更新，有啊，要买武器。现在美国，我甲美国讲，你袂当袂好伊。我那以前讲哦，不可以卖武器给中华民国，有人就开始甲骂啊，那林某某哦是。共匪派来，共产党派来，无买武器，咱唔免买武器，但是这个武器是美军爱替咱来防守的呢。
中华民国买武器，台湾人在拿钱，靠遐戆的，靠遐戆的，迄是另外一回事。台湾人在拿钱，各位，你若甘愿，我唔甘愿啦，我袂当买武器啦，我无要替你拿钱啦。你甲我拍赢，你也甲我过门。美国是在替台湾人过门呢，战争法规定的呢，战争法讲得足清楚的呢。中华民国毛高人啦，唔是高人啦，有一个吼叫做李敖啦。这李敖迄阵讲你发你过美国迄阵啦，伊遐文件是甲上提的，甲我偷提的。哦，但是伊唔知影，伊讲一半尔，伊干那讲一半尔。啊，伊讲哦，台湾是什么美国的看门狗，是在迄阵从伊这资料就提起。迄阵咱就咧看，因为从以前到今日，咱的主张足清楚的。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含我伫个美国的最高法院、高等法院的判决内底啊，最后的辩论庭足清楚的呢。美国法官甲问国务院的律师呢，迄个律师甲问讲：“我问你咧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当下是毋是已经无效啊？”迄个当阵国务院的律师啊，哈佛毕业的，咿咿诶诶，嘀嘀咕嘟，唔知要哪个回答。答不出来了，法官讲你免回答，我替你回答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到今日为止，还阁有效啦。有效意思是啥？你要遵守啦。所以，我甲美国讲足一摆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美国要遵守。什么台湾关系啊？迄拢唔免啦。台湾关系骗人，你敢知影？台湾关系是保护中华民国，你敢知影？台湾关系内底讲的台湾人是啥 ？People on Taiwan， 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上海公布的台湾人是 People of Taiwan。各位，问题在遮啦，啥物人讲足够读英语的啦？遐国际法拢足够读的啦，你家问啦。People of Taiwan 翻译啥？台湾人。People on Taiwan 台湾人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无差吗 ？Of Taiwan 甲 on Taiwan 无差吗？我甲你讲。Of Taiwan 就是正港本土台湾人 ，On Taiwan 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台湾人，包括马英九。你想看麦啊？这块土地，那照国际法来讲，是咱台湾人的，当然是日本天皇啊。我讲意思讲，代表日本天皇啦、啊。这块土地伫1945年的4月7日开始，伫法律上已经拢变质啦。变做日本天皇的臣民，臣啊，做臣啊，臣民啊。但是今日的日本政府内底主，迄个老百姓是日本政府内底是天皇的主民，差一个去啊，咱比日本人较悬一斤呢。所以我伫做一个课，甲各位讲，八方四岛，今日日本在讨，苏联甲讲。No， 不是你的，你不能讲话。日本人讲讲啊，那奇怪，那八方四岛都弯刀的，那你讲啊？八方四岛，我先跟你讲哈，这个范例是安尼啦。当年啊，八方四岛苏联去甲占的时阵啊，是伫1945年8月15日天皇投降以后啊，伊才派兵去甲占的。啊，占好以后啊，苏联有读国际法了，伊真巧啊，伊安那样呢？伊甲占领以后啊，伊派船。伫内底四个四个岛内底16000个居民啊，拢赶赶去船顶，甲伊送去日本的本土，互迄四个土地变啥无人岛。啊，因为国际法里有讲，无人岛啥物人先宣布，啥物人会，啥物人先 claim 上个。中国这个推阿民的，伊毋捌读过国际法，伊就袂晓 claim。伊以前看到啥物岛，伊也袂晓 claim。claim 是啥物意思？主张向全世界宣布。这块土地无人的，是我今日看到，我内底甲起一间厝，我甲你定起起啦，底下，安尼这块土地是中国的，伊袂晓做这個，他不懂得这个法律，所以袂晓法律，唔知影法律，就去用欺负。咱后边的台湾人爱培养起来人，爱读法律，爱知影国际法，用国际法来在全世界来徛起。万国公法当年这个日本啊。伊嘛袂晓呢，伊在嘛锁国呢，幕府将军也是锁国呢。啥物人家日本起名诶？一个人叫做坂本龙马。坂本龙马真可惜，29岁去用暗杀。啊，无呐，这个人哦，还佫伫个时阵哦，活活较久呢哦，对全日本哦非常的有利。伊甲日本天皇讲，甲幕府讲，
咱日本爱实施万国公法，你若实施万国公法哦，安尼就让抵抗这個美国这边的所谓黑船呐、啊，美国的黑船，我们可以抵抗，叫法律来。其实中国的这个叫做万国公法啦，比日本较早实施差不多两个月，伊吼较早实施，但实施以后，中国毛占着便宜啊，因为葡萄牙的军舰吼，伫迄个厦门的迄个所在哦，有对中国的渔船哦，共抢，啊落尾啊。伊叫万国公法啦，有叫葡萄牙爱赔钱，所以中国又吃到迄个万国公的迄个便宜啊。但是伊落尾啊，到落尾啊吼，坦白讲啊，中国的眼光真低、真浅，伊袂晓这套。伊到落尾啊，清朝啊，锁国了，孙中山才改革命，变做伊中华民国。其实中华民国创立在1911年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台湾这个土地上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呢。啊，日本虽然是殖民地啊，但是人日本天皇啊，甲日本政府呢，伊交代日本政府爱好好对待这个台湾这个岛所有的人。所以咱伫1939年的迄个年代，咱就办国万国迄个万国博览会。迄阵办迄个博览会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呢。迄阵台湾人的气质、台湾的生活，已经伫亚洲来讲，差不多输日本尔尔呢。所以啊，咱有真好、真好的一个传统。这边311，这个啊，做日本吼、哦，那个啊做地震吼、哦，啊海啸有啊，海啸以后啊，你敢无注意一点？所有的日本人规规矩矩，甘愿互咬死，伊都不爱手。那个7-Eleven拢入去拢排队，啊排队爱排足长足长的啊，啊有的吼腹肚枵啊，伊嘛是排。排到伊还袂排到伊啊，已经枵死去。甘愿枵死，伊就要遵守社会的秩序。咱台湾人同款，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阵阵，一直到9月，差不多62天的内底啊。我甲你讲哦，无政府，无警察，无，一直是讲靠老百姓家己的生活，犯罪率零，一个人都无犯罪啦。你有了不起吧？各位，咱爱替乡的台湾人，甲鼓励一下。后摆，民政府的人都爱学，都爱学迄个时阵的台湾人。咱有咱的尊严，咱有咱的骨气，唔通学中国的文化，唔通学迄个支那文化，迄是歹胖风的送红包的文化。到即马即个社会，你来看嘛，所以政府机关无送红包，无咧甲你办的一大堆啦。做愈大，愈无要办代志啦。一个林义士也当贪遐尼济钱，搁个讲话讲啊足大声，我哪有安怎安怎？一枪把我毙了吧！个人人一枪给毙了。你是感觉真好笑，我是感觉足悲哀啦。台湾人唔知影见笑吗？小人唔知影见笑，就是乎即中国文化害着的嘛。本来台湾人是这样尔好诶训练诶之下，以前诶台湾人买卖物件，敢爱写契约？毋免呢，一句话就算是安尼。以前诶台湾人讲话算话呢，敢着爱写啥物支票？无呢，各位。所以我有当常咧想啦，我甲日本人即个笑啦，因为日本人最近常常拢来咧拜访咱，我甲伊讲啊，你日本人哦，精英拢死啊啦。那不是精英哦，迄当拢自杀啦，战败嘛，感觉见笑嘛，拢自杀，切腹自杀，开枪家己死，家己死，死了了啊！所以日本无精英的啦。听到我的话吼，因那日本人面拢敢那坚的，啊，唔敢甲因啊。啊，但是都看到咱即摆民政府，咱遮所作所为啊，因即摆开始钦佩，用吼，有影，阮爱家己知影见笑，确实。台湾人、台湾民政府继承迄当阵大日本帝国以后的一挂迄个日本的文化、日本的精神，恁有继承着，所以日本的自卫队要来，所以日本的社会人士要来。当时日本的大学生为明年的3月，咱甲排每一礼拜来20个，含咱的人、含咱的大学生合作会上课，因感觉讲吼，因的历史拢唔对起啊，拢写唔对啊。甘愿要来台湾，甲咱做伙来上日本的历史，甲台湾的历史，你讲好唔好啊？好。今日吼，我早起我明天甲你讲啦吼，咱因为12月20日是
第二年要去甲日本天皇拜托，叫日本天皇予咱来主持。吼、哦，啊，日本天皇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，甲日本天皇啊，甲束缚起来，予伊袂当讲话，伊干会当摇头、点头、挥挥手。啊，所以咱头一摆，咱去甲日本天皇讲，咱甲讲啥？咱甲前二战嘛吼，咱十月就送一寡物件去予日本天皇看，甲讲咱150个人要去日本的皇宫，要甲你日本天皇拜托，拜托讲你来同意，予我台湾人来主持，甲日本政府同款。我真想足久诶，因为美国甲出这个难题咧，要日本天皇甲你同意，我们也会同意啊。我嘛想几波呢。嘿，啊，你袂当讲话，啊，要予伊同意，啊，有困难无？好困难呢。啊，我想着一步啦，我想做这一步，真简单，叫较侪人咧去甲排队，去甲去这个啊做日本天皇的头前30公尺，迄是经过安排呢。因为十八号讲哦，所以皇迄个啊做皇宫哦，宫内厅哦，特别安排警察咧安排哦，来，你排队人排一两天呢。啊，即摆咱迄天才到位吼，啊，予因遐排队伫头前啊，入去。因为迄是广场足宽嘛吼，啊，拄啊开始啊，日本人哦，真早拜了两三天啊，互伊行去上道边，啊，着咱的时阵哦，咱上来甲咱动咧，不爱互咱行，啊，伊讲奇怪，啊，我毋是日本人，所以不爱互你行，毋是啦，伊甲你帮忙，动啊，伊感觉差不多啊，帮咱行到迄个时阵拄啊呐，拄啊好皇宫第一头前呐，啊，咱拄啊伫日本统的头前，迄支国旗啊，咱的平民民，咱啊台湾民政府迄个旗啊。60几年来头一摆伫日本的皇宫出现，所以即要出现的时阵我就带人拜托，我哎拜托，去的时阵吼，伊伫握手吼，你都爱所有的人摕起旗啊吼，爱甲握。啊，日本天皇吼，哇，所有的差不多10000个哦，哦，日日出来了，满载满载入去，啊，咱总理吼足感动的，总理安尼听到满载安尼，目屎哭哭咧呐，画袂出来。啊，我相信你若有去吼，你嘛赶快画袂出来。啊，即摆吼，画的时阵，我甲大家讲，哎，较紧嘞，因为我是无去吼，我直接去指挥吼，我镜头啊向伊，啊甲翕起来，啊，因为即摆甲画的时阵吼，这个满载满载，伊日本天皇会出来甲挥挥手嘛，啊，我即样挥挥手，这个相片我甲美国讲，日本天皇同意啊，伊伫挥手，我讲我们要自治，伊讲好，啊，美国人是笑甲要嗨啦吼，啊，伊嘛袂当甲否认嘞。伊袂当我，但是我嘛袂当证实啊。但我好啊，我阿无、啊、你去问日本天皇，我知伊嘛问袂着。啊，伊甲考难题嘛。啊，今年哦、喔，咱要去200个。啊，200个哦、喔，我搁一个设计，但即嘛袂当讲，一定予大家做满意个。哎、欸，恁有去参加日本团哦、喔？12月20日要去的有啊？有啊，有哦、喔，你要去吼、喔？啊，刚去一个尔，一个人去一个哦、喔。哦、喔，我甲你讲哦、喔。要去的人爱做西装哈，因为咱大家拢穿同款的，吼啊穿同款拢穿乌色的啦吼，这组啦，给大家看，哎、啊，不是，这组不是，哎，这组卡，无啦，不是这组啦，迄个，嘿，乌的啦，三条的啦，啊我这双排扣，爱改做的啦，这较贵无效啦，我来讲哦，咱这组吼是5000块啦哈。啊，两件裤，一件衫，你外口去买一件裤都要2500啦，对不对？讲良心话嘛，定做的呢，都要2500啦。啊，一件顶面衫啊，两件裤，5000啦。啊，今日已经有量，啊已经转来款啦。啊，无要紧，你若有上高级班吼，我那同款，还佫有机会嘞。我是希望讲，你若报名，你若欠钱少欠的就有啊啦，12月20日，爱38000啦。伊这个38000吼是真香嘞，我无甲你骗。伫迄个12月25日是 Christmas 呢，圣诞节呢。圣诞节咱是带6粒星呢。迄6粒星伊哪甲形容呢？头一晚吼吃自助餐吼，敢若迄个啥帝王蟹吼，迄腿遮大块哇，在你食，你敢食5盘你就够本啦。我甲恁头讲何瑞英，无啦，何瑞英吼食只等于加5公斤啦。因太太是骂到要死，不存气了。来，伊会阁去啦。啊，我是讲吼，咱所用的车，迄因车都无翕出来吼。咱用的游览车，我有甲规定，咱要坐游览车爱拢新的，而且呢爱正式的，
因为我我是政府呢，我种内奸呢，所以呢，咱有150个去吼，迄、那个待遇非常非常的好。啊，今年阁增加一个节目，12月20日去，啊，就迄天到就下晡啊嘛吼，下晡到先去靖国神社预演。靖国神社要入去内底，日本天皇才会当入去上界内底去祭拜呢。在咱台湾民众会当入去上内底呢，日本人要入去袂使呢，咱会使呢。你看咱有偌大大道，即摆去祭拜了吼，那我请咱原住民哦，底下跳舞，吼、哦、跳迄个战舞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我叫迄个咱的原住民吼，这边吼。咱本来是叫十波的啦，叫11个，但是今年吼无同款，我想讲爱叫水的查某的，啊个烟斗的十波的去跳舞，哦，我相信哦，遐日本人看过，看你个地啊，嘴呐嘟嘟顶呐，啊要叫伊去，啊引起注意，啊同时呢，21祭拜靖国神社了，22大节目，这一天200个人，日本，咱的朋友派2000个人。来保护咱去日本行街头啦，安尼好无？我甲你讲，我估计吼不止2000个陪咱啦，上无会10万个啦。因为即款日本人拢知影，因为我最近哦，甲因帮忙因一个代志，我帮忙因啥 ？Petition 来甲出来迄个 Petition， 迄个叫做向美国总统请愿。哦，这个吼，你去咱的官网点完就有啊 ，Petition 你有看吼？这个 petition 哦，哎，搁较激烈一个，把那这个 petition 哦，那是哎，对，我看哦 ，restore， 来，搁下较一个，即马已经99个，他拄仔才打的，已经99个啊。蒋介石，我讲哦。有人去签名，甲签蒋介石是签杀人魔。美国的规定讲哦，一30天的内底要有25000人签名啦。所以我要各位啊，你要到3天啦，你等于上无爱甲5个朋友拜托，用拜托嘛无要紧，用出钱给伊嘛无要紧，拜托伊去迄个petition哦，去将日本哦。25000个，那拢投票同意，迄、那个同意哦，奥巴马你也来处理啦。那你想想，咱本来有一个批准信，咱讲日本天皇啊，台湾甲澎湖是你的，你也甲摕倒转去啊。咱一个大会吼、哦，本来开始足侪人人数啦，但迄一天哦，无代无志，迄香港遐烦啊，去甲你中华民国旗啊，甲你插伫迄个钓鱼台啦，插一个日本人退了。日本人讲诶，啊！你台湾人是嬉笑，你插体迄支，因为日本人唔知影讲迄支旗啊，唔是咱的啦，伊就是讲迄支旗啊，是，所以日本人拢撤退啦。你知影日本人偌厉害呢？伊一天哦，伊请好几人去批准信呢，去签完去签呢，10万几个啦。一天内底哦，1万外，一点钟有500个去签哦。各位，你啊看，所以做台湾哈，啊，这后边这是上北方四岛啦，哈，啊，迄个啊做。迄、那个北方四岛啦，吼，钓鱼台啦，这个是主岛啦，这是主岛的英文名字啦。你日本人不爱签无要紧，我即马甲写啥？北方四岛、独岛、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，台湾澎湖、甲南沙群岛，够美国总统拢爱献哦，日本天皇。你日本人，你阁不爱三印吗？你要不要三印？我本来讲台湾哦，伊无爱嘛吼，伊甲插迄个旗仔落伊无。好，安尼好，要甲日本人救啦，真简单。隆重来，所有的你要同意无？所以我相信这边会过啦。头一遍其实我知影袂过，但是我迄个袂过，我是试探讲现出是台湾人、日本人和美国人对这个代志知影偌济。我发现美国人拢知影，美国人签名。差不多780个人签名，这有一个真好的信号，就是美国人比你台湾人较巧，美国人比你台湾人较知影。但是这摆呢，咱要靠日本来帮忙，所以要日本帮忙，咱这摆才2000个人呢，啊，咱上高啦，上介高啦，签到要好啦，
你叫一个，叫你的太太，叫你的、你的、你的、你的后生查某囝，安尼上济上济加加四五个啦，啊，签了才一万个都无咧，安尼要安怎？足简单，用头，咱去靖国神社拜有啊，靖国神社会员有几个人？你知无？十万人，十万。嘿，咱啊，若加入靖国神社，咱就变十万人的其中之一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甲日本的靖国神社，我台湾民众要加入六百个，所以前几期啊，咱有四百个加入吧。咱即马呢，还过两百个位，这两百个啊，咱我希望咱这期的，你若要做日本靖国神社的正会员呢，你去楼卡，今日要下班的，要下课的时阵去楼卡摕迄个信封哦，填恁家的住址啊，信封内底甲放1200块，规定是爱3000块的日票啦。但是吼，我替你换，你甲藏了了，咱这份全寄去日本。咱已经有搁另外一百个吼，整期吼已经满啦，剩一百个位尔。所以我希望讲在座各位吼，你若要做日本靖国神社的会员，你去楼卡去填表，这个表直接甲你送去日本的靖国神社，伊会为日本靖国每三个月挂寄一篇一张批给你，寄资料给你，因为有十万人。咱若有600个人的时阵哦，咱甲日本的靖国神社讲，咱拢共国的台湾人，甲你日本人拢共款是日本天皇的子民，所以你会帮忙我台湾，我要台湾，让台湾正常化来行哦，日本的天皇，安尼你才出来联署，啊那遐人开始订单哦，一天一万人出来联署，我甲看伊是安尼呢，所以哦，做代志爱呐爱用头脑，不要蛮干哦，爱那戆啊吼，啊示威啦。去走街头啦，那无效。我将来不爱去浪费的时间。你街头哦，行到你的脚断去哦，马英九不爱插你，伊不爱插就不爱插你啊。啊，无你是咩喏？你看每一摆你行街头，伊就去教我去佚佗，你有注意无？哦，去参观迄趟，伊心内咧笑。你这戆台湾人，真正死死的好。你干那替我做努力就好啊。我上课有讲，干那生物界内底有一种的红蚂蚁，甲一种的黑蚂蚁。红蚂蚁。是拢杀人诶啊，无生产能力啦。但伊拢安怎做？黑蚂蚁哦，率队哦，将黑蚂蚁头前诶部分，黑蚂蚁甲拆掉。啊，杀啊，黑蚂蚁将红蚂，迄、那个红蚂蚁将黑蚂蚁诶体液啊，对伊身躯顶诶味道，甲涂在他的身上。啊，你伊诶味就敢那红蚂蚁诶味嘛。啊，入去伊诶红蚂蚁诶迄个巢穴内底，啊，将伊诶卵啊弄摸摸，跟个引导去啃。啊，将遐卵哦。甲饲好大，啊！遐人叫是讲红蚂蚁，定义是啥？伊黑蚂蚁，伊祖先呐、啊。啊，伊祖先呀，伊替做工啊，伊一工工伫厝内底，啊，黑蚂蚁去工作，去找物件、找食物来互伊食。台湾人就是迄个黑蚂、迄个黑蚂蚁嘛，还有中国人是啥？红蚂蚁嘛。伊甲你骗啊！哦，你们来自中国、哦，我们有这个不可分割的血缘哦。看到鬼耶！我是台湾人，我不是中国人呢。但真正台湾人今日已经叫红蚂蚁，这个中国人把你骗去了嘛？我问你嘞，今日美国人是不是为过去为英国移民过？是啊。但是今日美国人敢有讲哦，英国人是美国人？无啊。美国人是美国人，英国人是英国人，敢不是？敢那台湾这嘴下面呢？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这个观念还阁有呢，还阁有呢。好耶！有阵我看到这款情形，我感觉很难过了。但遐推下面呢，你去甲伊讲啊，伊袂变啊，啊，数典忘祖啦。我唔知影讲你的祖是啥物人，你的祖是啥物人，你的祖唔是中国人，你的祖是日本天皇呢。你有讲我歹做日本人，安尼敢袂使？会使哩。但是歹势，你无可能改变你的爸母，你的老爸生你。你要讲啊，我买这个老爸，我这个老爸歹，我买，我要另外去找爸母，敢会使哩？虽然也会使，但是这个爸母甲你的关系无法度脱离啦。日本天皇甲台湾人的关系不能脱离啦，没有办法脱离啦。国际法律伫遮，所以昨你上课有诶，有一个捌带有一个教授来啦，敢若看讲啊，叫我要做日本人，我无爱啦，我拢笑笑啊。我吼，你虽然无爱，我知影，但你爱来上课。上课以后，你若讲无爱，我同意，你会当搬去中国住。
啊，若无搬去金门妈祖住，我甲你讲，伫去年的6月29号，埃克法签落，埃克法你敢有赞成？我赞成，我100%赞成，100%的赞成。为什么？埃克法签落是伫开始解救台湾人，你知毋知？埃克法签落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和解，中国的内战停止。所以，隔当天6月30号，美国离开台湾30年的军舰入来伫中亚啦，入去伫清泉港啦。我当然赞成啊！你国民党爱开台湾啦，过去伊讲哦，我们国共内战啦，我若转去中国哦，中国人会甲我抬，袂甲你抬啊，转去，好唔好啊？拍手。所以你要搞清楚呢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呢，这是埃克法签，我当然赞成啊。稍看进来的一年左右接到政权，埃克法所签的不承认，那是台湾人，那不是，那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签的，我们不承认，一切从头开始，是不是要这样才对？台湾人说啊，哎呀，签的对人坏，那是对中华民国坏，不是对你呢，你不知道啊。所以埃克法签非常好，签得好棒啊！来，我较早签哩。啊，中华民国、美国哦，为着要让中国人等于中国哦，甲中国讲呢，啊，中国嘛惊着呢。哦，遐人来啊，我不能接受。啊，你不能接受嘛，爱接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即摆台湾才有真侪中华民国遐流亡的难民啊。伊讲我不离开台湾，我在台湾会使。中国应该准备一个所在要甲因收纳平潭呐、啊。平潭就是特区有啊，最近才发表的，1.2倍的台北市大，所以后摆两个所在，互你选择，一个转去金门妈祖，第二个转去平潭。中国嘛不是戆人呢，我互你遐中华民国遐人来吼，四界走吼，哇！你一个四界讲，伊要民主啦，要革命啦，爱都翘去。所以中国真巧，吼！伊只咱民进起来，看宣布特区。后摆你要做生意，拢来啊，拢卖走，对啊。我相信啊，遐人时间袂走啦。遐时间哦，若要咱要请迄个身份证，请迄个啊做护照的怎，比你较高早啦。我无你骗啦，绝对请你练头前啦。若讲这个还排队哦，头前100名，我吼拢是中国人啦。伊即马讲，我嘛是台湾人，看贵咧，你咧欺负台湾人，你袂讲你是台湾人。啊，即马有好处啊，伊是台湾人啦。啊，台湾人戆戆啊！啊，拢嘛同款，啊，偏偏拢住伫遮，敢有同款？美国甲你讲，台湾不可以公投，为什么？台湾有两种人嘛，一种是本土台湾人，另外一种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难民嘛。两种人住到底是变哪公投啦？你听有无？比如讲，安尼咩公投是变哪公投？是公投了，是听这边还是听那边的？所以不可以公投了，啊，你敢听有？比如讲，你不能加入牵涉到主权的国际组织，健康啊，你不是国家啊。Chinese Taipei， Chinese Taipei， 我告过你讲过，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是啥 ？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诶，台北嘛 ，in Taipei 啦，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啊！但是咱这国际化，咱这在中华民国，咱这流亡的这台湾的难民，所谓的战争犯，拢跟你讲啥 ？Chinese Taipei 是中国台北，中华台北，看到鬼嘞！迄种犯拢唔对呢，英语唔是安尼呢，迄、那个看嘛底下呢，大学袂读啊！啊，所以讲伊种专家，说尤其台独联盟，我种专家，我讲的都算话，你讲的才不算话呢，你又骗到今日了，到今日为止。未变，所以上帝神安排啦，台湾民进党伫这个时阵出现啦，啊，若搁较慢出现，咱就翘起啊啦，我无你骗啦。所以呢，咱大家爱拍拼，我这个拍拼，唔是叫你压刀压枪，唔免，叫你教话就好。啥叫你教话？你的嘴甲人讲，但是我相信即马腿下面还搁足多。腿下面无要紧，伊来你甲你笑，笑笑啊，都免甲伊冤家哈。啊，你唔通甲伊冤家变，甲伊讲安尼强辩，免，
会记得我跟你讲，不要强辩，因为你若强辩哦，遐人有当然啦，因会见笑当受气，慢。我阁讲一摆，我听哦，安尼哦好，我咧去别位。你若500个讲有一个同意，500个都一个人跟你同意，实际你跟伊讲，你先去看台湾民政府的官网。这张是身份证，我的头啦，我的相片啦，但是迄资料拢假啊，你唔能甲背起来无效啊，迄是假啊，迄是那个资料是假的，但是头是我的啦，各位。台湾人67年来，的头壳到今日还未转过来，到今日为止，还佫感觉讲，因为伊甲你讲讲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其实中国人绝对没有堂堂正正啦。我没有看过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对一个中国人无咧贪污，对一个中国人无咧臭屁，看咱台湾人看到敢那迄字咧，我不爱讲出来迄字啦。台湾人去做工呢，台湾人去做兵呢，即摆讲免做兵，唔是马英九给你恩迄、那个恩典呢，是咱过美国呢。我去给你占领，你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，我为什么要当兵？我的当了兵，我要效忠的对象是谁？做兵都要效忠呢，效忠谁？啊，效忠迄个国家呢？我无国家啊，美国判决啊，台湾人无国籍啊，台湾人无国籍成立的政府啊，台湾是生活是政治的联合啊，美国的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原告啊，就是咱啊。啊，美国承认讲今日还阁军事政府占领中啊，所以美国高等法院伫辩论庭的时阵，讲啊足清楚的啊！伊甲迄个国务院代表迄个律师讲啊，伊答袂出来嘛。伊讲就算和平条约建立无效吗？伊答袂出来。法官甲伊讲，我来替你回答。就今天和平条约今天仍然有效。点点呢？啊，你免拍手哟。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咱爱讲的代志啦。今日咱的身份证到今日为止，已经差不多还未到4000了，3000几个啦。这个数字哪有10倍、100倍？咱的训练的人员哪有4000名？美国就讲我政权要行你。咱是向 USMG 美国军事政府要政权。我们不向中华民国要政权，中华民国政权和我们无关的。我无要跟你竞选，我绝对不是选举。咱家己还未办过选举，是因中华民国的选举。所以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存在伫台湾一天，对咱台湾人是一种的迫害，对咱台湾人是一种的侮辱。因为台湾人唔知影，伊煞咧跟你讲，伊身躯顶抹抹来讲，我嘛是黑蚂蚁，跟恁拢同款。明明就红蚂蚁，爱讲伊黑蚂蚁；明明就中国人，伊讲伊台湾人。就见个讲我是台湾人，马英讲我也是台湾人。看到鬼，你要吃台湾，拢讲是台湾人。迄就是将台湾这个所谓辛苦，拢甲抹歪，讲变做台湾人了。内底还阁红的啦，红蚂蚁啦，中国人啦，台湾人唔知啊。咱你讲的这是拢照法律来，我无咧用感情。我最不谈感情，讲到感情，啥物啊拢无多讲，因为足侪人讲啊，系啦，阮家有几个人娶中国人呢，还是阮家有几个人嫁予中国人呢？安尼要安怎？我讲一个例互听。美国人甲美国人生的囝是啥物人？啥物人？这简单的问题袂晓吗？美国人跟美国人结婚生的小孩子是美国人嘛？对不对？对啦，免惊啦。啊！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囝是，咱的老爸老母，咱的阿公阿嬷，日本人呢？你若不相信，你等于问，你等于本地户口查本，拢日本人呢？啊！咱变作中华民国的人，看到鬼咧，足清楚的呢。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有国籍的人。有国籍跟没有国籍的结婚生的小孩子是有国籍，对，这是国际法规定的。
所以听清楚啊，越南人甲台湾人结婚，甲台湾人、越南甲台湾人结婚，生的小孩子是越南人呢，因为台湾人是啥，没有国籍呢。越南人甲台湾人结婚，伊囡仔是啥，越南人呢，所以你要清楚啊。我讲这意思你听有啊吼？中国人甲台湾人结婚，囡仔是中国人。嗨啦，阮家有足侪亲戚嫁予中国人呢，啊，阮家有足侪亲戚娶中国人，免啦，免烦恼。照咱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咱有规定，伊较早申请咱的身份证，先来做居民，经过两年，就这样转变做公民。咱就甲摆一条路给伊套，但是为去年6月29号埃克法签了。来台湾的这些人，歹势，袂当变，因为迄当阵国共已经和解，国共和解以后，这个方面我们就宣布管制。你迄个以后迁来台湾的结婚些歹势，另外按照我们的法律来办理，真清楚啊。所以呢，今日。无定，你今日来这去听课，你还阁有真侪所在，你会感觉讲，敢安尼，还是讲安尼？但是呢，咱已经开课开到今日已经一年半以上，愈来愈清楚。咱以前讲的话，到今日讲的话，拢总一模一样。咱的法理唔捌改变过，咱是完全按照国际法理来滴讲。所以今日是安怎？中国国民党也好，中华民国民进党也好，对咱非常害怕，因为咱讲实在话，咱讲法律，咱不是用感情的代志去讲，咱无有感情的，人甲人拢有感情，无唔对。但是呢，法律是严肃的，法律上若安尼就是安尼，袂当讲要变安尼变安尼，袂使。啊，你咱即马有吹一条路还套，你即马较紧申请身份证，身份证申请以后，咱若执政。照安尼，你当时申请，愈早申请的人，两年内底会当变作公民。啊，我相信听清楚哈，年底咱会得到美国占领区军事政府的旅行证件，就是所谓的护照。因为当年伫琉球的时阵，美国占领琉球，联合国交予美国去托管的时阵啦，琉球的人要出国，爱申请啥旅行证件，美国旅行证件含。当地的人要去日本哦，都爱申请美国的旅行证件。甲子园琉球有派队去日本比赛，比赛的时阵，因遐人足感动的，将琉球的迄个野球、迄个棒球场的图啊，一个人甲买一买，甲放喺盒仔内底，炸转来日本，炸转琉球，伊讲吼。因为琉球是因的祖国嘛，啊，因要纪念祖国，所以迄个棒球场的土地甲挖转来，挖一束啊，安尼将挖一束啊。美国的海关讲 ，no， 为了检疫上，我不能让你把泥土拿进来。好，迄阵这个代志吼，足济琉球来的人哦，非常的愤怒啊，啊，但是嘛无法度。今日咱台湾民政府，美国嘛甲咱讲。这个护照呢开始本来海关咱来接，你若无接海关无效嘛，所以我甲美国讲，即马现主席，这是美国讲的哦。今现主席，台湾这个土地顶面有两个政府，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另外一个叫做流亡的中国政府，中华民国的政府。但是渐渐，台湾民政府的势力会越来越大，会一直扩张，美国一直给咱权力，啊，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政府会越来越小。伊个管的范围会愈来愈细。即摆现主席，你甲注意甲看，现主席时势演变就是安尼滴演变。中华民国的官较悬的官，迄个官员拢足清楚的，所以因即摆开始啊，下性命下钱啦，下性命、喔。你啊看办一个什么花博，开150亿，两江的迄个歌剧院开2亿5千万，迄秘书迄个钱拢是。因到底赢，啊嘛确实因到赢的啦。
啊，个人印刀会当印钞票，台湾民政府将来台湾政府嘛要印钞票，伊若印了钞票，遐中国人要甲换钱啊，40万换一块，过去印一块换咱40万的，你会记得无？1949年6月15日，中华民国甲你印一张新台票，甲你换40万块旧台币呢？拜托拜托，60几年来利息爱算啦，甲你算较俗的啦，40万换一块啦。啊，若有摕台湾诶身份证诶，一块换一块，安尼讲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无拍破，我来好。哦，啊，讲到这吼，大拢咧拍破安尼，敢有人无拍？举手我看一下紧。拢拍破啊！这拢对你有好处啦。咱爱讲台话，台湾实在是真有钱，但是即摆台湾已经变啊密密麻麻。大学生18000块一个月，甲20000二。过去几年前尔尔，啊变啊，迄阵还阁有45000-50000块呢。即摆新加坡6万-7万，即摆韩国8万。咱愈来愈退步，安那伊钱伫家咧乌，家咧乌了，毋知要创啥，我想拢无咧，伊死也袂当提起啊啦。啊，伊伫家咧乌，伫家咧乌，佫摕去中国去帮忙中国，各位，即种个行为啊，咱绝对后摆啊，一定要较清醒啦，转型正义啦。所以这方面我唔爱讲伤济，但是我会当甲各位保证，我虽然即个政权以后我无要做官。但是我要帮忙咱这少年啊，互因来做官。我最近也足忝的呢，四个咧演讲呢，啊，红骂呢，拄我开始红骂到要害你嘛。你若唔相信，你去网络看，吼吼，甲列了102条罪状啊。100，我讲哦，啊，若讲过多列一点呐，300条好了，啊，若300条已经建国啊，免台湾不是咱主地啊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所以各位，我一开始我就讲，这条路是正确的。从2004年到今日，我唔捌改变。2004年开始到今日，我所坚持的，就是台湾要自治这条路。这条路是以前1950年的时候联合国讲的，因为法律上嘛确确实实，台湾敢那剩这条路好难行咧，自治，家己管家己。遐中国人，你要留咧会使哩，但你就无投票权。你袂当做我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内底的官员。即摆马英九，伊是照正常个去行，你敢毋通看有啊？现主席马英九的内阁内底70%拢是中国人。你甲注意甲看，大家都是拢中国人，大家都唔知影啦。你甲看好趁食的演艺人员、电视台拢是中国人，67%拢是中国人。台湾人生了外吗？台湾人生出来就爱做伊个苦劳啊吗？台湾生出来就爱做乞丐吗？啊，伊生出来是当市长吗？遐拢袂晓读册个呢，伊个马英九我上爱讨厌，伊嘛建中个呢，我有讲互你听过啊，我有告诉伊个同学，3流的管咱1流个，迄根本就无头脑，我无甲你骗。啊，即摆伊佫咧培养呢，即摆遐中国人个高中生来去读哦，一个月付30000块呢。啊！即摆教育条路呢？即摆高中毕业哦，就去国家补上，可以去台大。啊！即摆台大了，佫用奖学金可以去哈佛。倒来佫我是台湾总统。你看咱台湾看可怜就好啦。台湾人哦，你都爱晓觉醒啦，爱知影啦。大家就讲，啊，敢若我一个觉醒敢有效？啊，我也无刀也无枪啊。你免刀免枪，你用法律。既然是你美国军事政府在管我台湾，你若无照起工来，我就甲你告，告甲奥巴马爱判刑来甲咱讲呢。我毋是讲白惨的呢。咱我最近哦，伫遮毋爱伫较少伫骂迄个美国的国务院啦，因为国务院有伫抗议啦。我毋是遮是吼，我是骂迄个国务院骂足忝的。我国务院国防部对我遮好，你国务院对我遮歹。啊，国务院下骹就是 AIT 啊。啊！反正我骂到足忝的以后吼，伊就打电话去甲国防部，国防部佫打电话佮我转。林先生 ，Roger， 不要再骂国务院的啦。所以我袂佮骂啦。啊，你知影无？知影就好嘿。因为说电视伫照吼，我讲是伊拢有专人伫佮我听呢。看我讲啥，毋是干那因尔啦，遐中国共产党嘛伫听呢。2个月前，中国共产党宣布啥？
我们已经消灭了民进党，可是又爬起来一个比民进党厉害十倍的一个团体，叫做台湾民政府。啊，不要去给我看厉害，美国军方在后面，美国军方确实在后面，没有错。各位，美国军方在后面是怎样？我跟美国说，你今日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美国是台湾的军事政府的占，不要占领全国。你既然占领我台湾，我欢喜，我让你占领我欢喜。但是你占领以后，你的义务、这责任有做到无？你甲占领以后，我台湾人唔免交税金，你敢知影？你甲占领以后，我台湾人唔免做兵，你敢知影？我台湾人去美国做生意嘛免税金，你敢知影？甲波多黎各同款啊！波多黎各的人哦，吼足快活的。波多黎各人全部拢无要做工课啦，谁来无做工课？那无钱免啦。美国来，所以美国有跟他讲啊，我甲拜用哦，我去拜托波多黎各，你们赶快公投，你们独立吧。你们自己建立自己国家嘛，啊，那不就变作我美国的51州啦？波多黎各人安那讲，伊无敢讲不啊，要公投啊，啊，公投拢未过啊，公投四五摆都未过啦，较公投愈公投啊，人愈少啦，足巧的啦，敢那台湾人推推啦，哦，土权独立的国家，你若独立以后爱安那，你知不知？建国以后，第一你爱做兵。你这边台湾这势，你敢怕赢？你怕赢啊？怕未赢嘛？上巧的人是安那，和别人来替你做兵，和迄个上强的来替你做兵，别人来滚头舞去争石狮才对啊！咱唔通家己去争啊！什么叫别人来滚头舞去争石狮？摕美国的滚头舞，你中国派家己争，安尼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国怎啊？点点唔敢讲，即么上界惊就讲。你台湾人唔知影，啊！你若唔知影，你就去互欺负啊！所以，咱要用智慧。美国，你甲占领，我高兴。你的基地，我拢互你用。爱开钱互咱呢？你知影夏威夷第一个收入是啥物物件？夏威夷每一工哦，迄观光客几啊十万，对不对？你叫种观光客是夏威夷收入的第一名吗 ？No。观光客收入20%而已啦，伊第一名收入啥物物件？你知不知？伊个基地租予海军，租予空军，租金呐、啊，租金呐、啊，因为咱台湾人讲起啊嘛，中华民国用咱的军迄个基地，你有甲收钱无？有无？其实中华民国卖英语，你该笑，你讲啊，我用假，你用我的所在爱付钱呢？各管区啊，那首长对咱个中华民国掏钱啊！你把我当作海港军港，付钱来；你给他做空军，付钱来。美国即卖用 AIT 金河路200名，一做99年，搁再99年呢？99年加99年呢？你敢看有意思？你看无啊？原来是啥物物件？占领地会当做99年，搁再99年，到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延续啦。美国有3个所在99年，搁99年。第一个关塔那摩湾，古巴；第二个普天天基地，日本的；第三个就是台湾的金湖路的来哦。你即马听我讲课以后，你就足清楚的啦。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是100%的正确，啊，伊嘛照安尼去行。但是中华民国看着甲你骗，点啊？中华民国好像一顶乌云呐、啊，笼在我们的头上啊。咱的基地租予美军，歹势，租金爱付我。过去50几年，1952年开始，你叫中华民国去买武器，遐钱拢爱还我，因为我台湾人去拿的钱。我台湾人唔免纳钱，我唔免去买武器，所以夏威夷第一收入50%是啥？美国政府的租金呢？咱遐地若去租美军哦，也好收哦。你爱去做代志啊？你爱做代志，你就爱做代志，对不对？时间哦，我拢不爱做代志，你去做。你爱做牛嘛？你去做牛。你爱做马，你去做马。
台湾人是安尼啊，戆牛啦。所以即伫迄台湾人俗语话讲啊，咱台湾人敢若戆牛咧，拼性命做，想讲后壁一碗饭好食就好。人若敢若要爱食饭就好啊，早早死去好啦。为着迄口饭安尼是要创啥？你后代你有甲伊设限无？你无啊？真正你无替你后代说，咱的后代绝对袂甲中国夹做伙。所以我甲昨个台语文的迄个教授我甲讲，我林某某敢若一个要求尔，拜托恁创造台语文的家己的文字，啊含中国的文化完全切开，好唔好啊？你若无切开，后摆咱的后代搁伫读汉文汉字，咱会翘去。总有一天，我唔相信讲后摆这后代内底，还搁有林志升，啊有时还有可能钟立这款人啊，无啊啦，我相信啦。啊，若无这种的人的时阵，咱要如何抵挡中国？所以咱要规定，我虽然我无做官，但是我要甲咱的钟立建议，大学生以后才会通去读汉文，去做研究就好。咱咧含中国完全的切开，人讲中国文化，啥物五千年看到鬼，真正有字啊，三千年尔啦。你若有文化，嘛才三千年尔，啊嘛无文化，全世界三大文化，中国文化没有算里面的一个啦。各位，这种属性呢，台湾人有几个人知影？伊敬拜哦，中国敢用迄语言给你骗啦。什么代志拢哦？中国自古有之，自古早以来就有啦。人飞机拍起来，用中国自古有之冲天炮，火机迄、那个火药。人迄个雷达吼、哦、做甲足好诶。中国自古有之，我们有那个罗盘。我想哦，这是中国人哦。足够找借口的啦，啊！咱台湾人啊，足够相信人的借口啦。所以讲，中国人讲，台湾人更加讲。各位，你会讲无？会无？啊，讲错啦！啊，一个拍破尔呢，免啦。今日咱民政府。在这个所在在上课，我有甲各位讲过，你若干听我两节课，听起来笑笑刷去，安尼无效呢。你爱读册，你爱去买迄本《新台湾论》。台湾这块土地真深，我阁讲一摆，因为咱是初级班啦，我不爱讲太深入面，因为讲太深入面，你拄啊开始啊，你吸收不够，你无法度完全来理解。当然，你看你的图片，那两张图，奥巴马跟那张图，当2010年的9月8号，咱在美国举办那个酒会的时阵啊，美国的政府摕这两张图来，这原版的这两张啊，摕这两张来，这两张来啊，我交你秘书长就知影。你敢若看，你敢若看到这個，你敢看有意思？这两张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日苏美战。台湾这块土地属日本天皇，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足简单就是安尼。美国哦，嘴拢不爱讲啦，实际上去做，摕图予你看，摕相予你看，啊，你变作哪，爱去猜谜语啦。啊，你若智慧无够诶，你摇袂出来啦。我毋是干呐摇出来，我阁法律甲摆啊清清楚楚。所以美国即摆国务院、国防部诶智库，拢会甲咱联络。有什么代志拢会甲恁讲，以前的文章会互咱一寡还未解密的文章拢会互咱，会甲咱讨论。所以呢，各位，咱也知影，台湾毋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台湾，咱只不过是日本天皇的臣民、臣民，但是做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未比做因中国人的子民搁较歹。中国人到今为止，伊个宪法的规定内底，所有的人拢袂当有私人的财产，所以不管台湾去六万个人，死六万个，死个炸甲万两俩，因为你个人的财产伫个宪法内底不允许，所以你若较好嘢咧，免偌久，绝对免偌久，你就一定爱走咯。
我感觉最近啊，郭台铭较巧，可能有啊上好你听啦。安怎讲呢？我讲你郭台铭啊，郭台铭，你早晚啊一定会死甲足歹看。伊即马较巧啊，伊即马开始安那刷刷去日本，刷去外国。到有一天，郭台铭伫中国遐物件，拢会向中国收去，100%。我伫已经看命，可以看好啊。有足济迄个百货公司，星光三月啦，太平洋啦，一个一个收起，你有看无？啊，真正拢来炒炒皮的，吼、哦，足好诶。阮小弟嘛足炒皮，迄当阵啊，阮小弟啊，拄啊开始吼、啊、去做啥冷冻食品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过去吓个招九个人，一个人1000万啦、啊，九个人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过去迄人中国人无啊。冷冻食品伫卖时阵哦，我还阁会记咧。我去甲看诶时阵啊，伫福州啊，哦，大诶，我生意偌好呢？我偌好，我做卖户啦，哈、哦，交货，因为来自中国足多嘛。伊讲吼，因交诶人吼、哦，哎，逐个咧阁争取，阁争取1000万呢。啊，我看阮小弟啊，做甲戆牛咧。伊吼、哦，迄工厂吼、哦。迄阵阵真早嘛，超几十年啊嘛。伊买电视，伊着电视互遐工人去看，吼、哦，遐工人都感激不已呢。哦，从来没有领导吼、哦、讲电视互阮去看，啊，伊家己无要看。啊，食饭互遐工人先食呢，啊，戆人呢，中国都毋是安尼啊，中国是干部先食。啊，然后才是换遐工人呢。伊我开始半年生意足好诶，电话拢未付啦。落尾安怎？收起来，啥人收起来？我第二摆去遐看，半年后去遐看，阮小弟迄面就敢若见诶。伊讲吼，大诶，阮即狗诶拢要走路啊！我是安怎走路？迄规只迄个啊，做火车吼，迄货柜吼，为只走去东北，啊伊人吼。坐飞机去东北等，规只飞机拢无去，迄飞机拢无去。啊吼，迄拖拉机吼，车去湖南，啊人讲啊入我个仓库，啊明仔载来介绍，即摆入去仓库，隔天找无人，搁变去仓库看嘛无物件。你偌有钱？你偌有钱？看你偌有钱啦！收无啦，吼、哦，拄仔开始投资较足济，啊嘛，搁较搁俗个。我伫成都个时阵有人啊呢，拄仔开始中国无冰块呢，冰块你知影？咱个边疆啊，吼、哦，台湾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有一个，我怀疑嘛死鬼就起来啦。转来吼、哦，哦，我伫遐个时阵，我办校嘛，我算办校吼，较伫中国伊看个，敢若好像比较上流社会安尼吼。啊、我遐看，安怎感谢？等下，哦，好赚呢！我想啦，我咧一个边工吼，一地吼，卖15块啦，夭寿哦！我一地成本啊，一块尔，卖15块，赚啊！半年，伊个仔啊，家己吼去装，伊个机器正确哦，伊竟然家己会当装机器哦，生产。讲啦，一公斤甲拼5块啦，啊15块拼5块，伊讲啊，甲你拼啦，你5块我拼4块啦。我即摆喏，我吼、哦、我要倒来台湾卖厝，我要搁甲伊拼，我要一定会伊会倒。即个戆人倒来台湾卖厝，卖两栋厝，迄门卖迄个两栋厝哦，因太太甲伊离婚啦。啊，你是要？这厝咧吼，剩这个厝咧，你甲卖了了，啊，买个，我一定吼、哦、会赢啦，我一定会做足好个啦，真好嘛，拄仔开始一公斤吼、哦、卖15块，成本1块嘛，安尼无好无，夭寿好呢，真正夭寿好，啊，好个钱拢开了了啦，啊，即摆吼，伊甲拼5块落吼，啊，伊完啦，伊就甲拼4块，啊，成本1块嘛，我甲你讲，中国人搁甲拼1.5块，你要对无？你要对无？伊若拼1.5块，伊想讲夭寿啊！拼1.5块，伊若1.5块甲拼落吼，台湾人伫遐生活吼，爱开的钱较济呢。
因中国人哦，200块就当生活嘞。你台湾人200块，你我都生活吗？卖假骗啊！我骗你，我卖一块，伊讲吼，我甲冻嘞，伊就倒。迄两栋厝卖卖吼，冻无半年啊，倒。啊，万一倒了，万一遐人遐死，我一公斤搁卖十块呐，笑死你啊！你台湾人你偌敖啦？你偌敖啦？你台湾人偌敖啦？成都的太平洋百货，我嘛伫遐，迄阵我嘛伫遐，遐人我大家嘛熟，对一个无熟的。迄阵呢，我就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中国人吼、哦、是先甲你学哦，学到尾啊吼，会甲你规个 copy 哦 ，copy 了你就死哦。伊即摆从我开始吼、哦，伊一间厝租伊，迄、那个啊个百货公司租你，俗俗租你啦，50万租你啦。啊，若一般迄款吼，差不多爱100万啦，啊50万租你啦。吼、哦，台湾人偌欢喜，装潢哦，好装啊，足好啊，甲你学。经过三年的时阵啊，50万起500万。你要抓我？你要抓我？你倒？你真正倒啊？是太平洋倒啊？对，巧，就是安尼。后、哦、你倒以后，伊家己经营。中国就是用这套，你家己台湾人家己骨啊。所以我有写一本册《从中国出逃》，有足多人甲我讲，你本是圣经呢，要去投资中国的圣经呢，足多人拢无读圣经，所以死啦。所以迄当阵太平洋的代志，成功的头家啊，第三个，甲我小弟足好个，甲我小弟讲，因成功百货嘛伫遐妥妥啊，毋是叫掠去扣去，你会记得无？伊嘛甲阮小弟讲，唉，我叫阮大个大个读恁大个迄本从台湾嘿从中国出头迄本册，迄本册无读，才会变作今日安尼啦，拢袂赴啊啦。这款的太济啊！我是来平淡讲啊。说中国的文化，跟咱是完全不一样。你今日若无彻底有决心做歹人，甲中国完全甲切开，台湾人没有下一代，台湾人后摆无前途。这句话你无今日你不一定听得到，但是我拜托各位，我讲的这句话，把它包起来。放在你的脑海里面，这句话总有一天你会彻底来知道说我说这句话意义在哪里。今天上课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请起立。今天